上前。朕。这什么？进来一见面就碰手碰脚的，你还穿什么样子？假装是皇上是不是？朕本来就是皇上。哎，等等等，去。我看你就烦，你给我下来，你别站得那么高，你给我屏蔽着说话。哎，你看什么书呢？钢铁是怎样炼成的？什么钢铁是怎么炼成的？命就没有读书，从很远的时候明明就是看到我了，你还装，你明明就是装很有文化，对不对？没有，这没有。你别说话了，别说话了，我就跟我妈说了，这种相亲的东西一点都不靠谱，给我打扮着这样，我都丢脸死了。再见。哎，姑娘，我对你印象很好。我对你没有好的印象，再见。姑娘，脚痛死了，怎么开门？